先拿出来。嗯。我这里有个卡扣的，我来拧一下。还有胸。嗯，这个也拿出来了。嗯嗯，这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。啊，就是啊，就这个东西换就行了，对吧？对啊。整个盘啊，就一个螺丝。对，一个螺丝。别的也不用动，对吧？对，你这里稍微要拿一下，不要看，这里是卡死的。你装的时候要注意，是跟这里持平，注意这个位置。啊。这里就是一个刹车。嗯嗯。你这样你是转不动的，看啊，这个标一拉到这个位置，它就能转。嗯嗯，然后这样它就锁死。嗯嗯，那边呢？就然后你就是这里，就是加宽了之后，你把原来是锁两个螺丝这里的，嗯，现在把它挪一个位，到这边就可以了。啊，挪这个螺丝挪到这里啊？啊，对吧？本来你本来这里是在这里嘛，挪到这里，就是往那边挪一下，挪一个。就是这一整块往前移一下，对吧？是，把这里松了之后，把这里松了之后，就是，现在原来的应该是锁在这个位置的，嗯，锁在这个位置的，嗯，然后现在挪了一个位，这个不用动嘛，动这里就可以了。这一块是单独的，对吧？对，单独往前移吗？我松一下，可以。嗯嗯，单独的嘛，我把这个要不试一下得了，就松出来给试一下。嗯。First the loose leash 是哪里？是下面对吧？这个。啊，它是loose 是这个吗？对。Loose leash screw and secondly loosen this one.原来是在这个位置嘛，嗯，原来是这个位置，我们把它挪一个位置就够了，挪一个位置到这个，啊，就这一块往前移一点，对，就够了。And then move this piece forward。原来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嗯，这样的。This is your current machine。然后我们现在是把它挪到这个位置。And move this forward。这个位置就好了。嗯。这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对。And this completes the laboratory changing process. 好。